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10月9号松山站松山的熊山，已经27分，手牌的是4194哦，转眼香港英格尔圈了。1914准备进来，进站了，现在是停这边，往下面一个马达门都进不到地方。1914就要沿香港英格的全车，哎，松安站停了。开启车门，开启车门，我下面的马上门都要用到几万片，那拜拜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进站了，2172、1372、287212、14次。今天我沿香港依然的圈了，一个是看英格，一个是看依然。我下面干嘛专门都是这种的地方。